我用这棒带到右半边的飞球来看一下，最后是哎呦打在了捶打墙上吗？林嘉豪现在是有得跑了，绕过二垒，现在绕过三垒，最后呢他是停在了三垒上吗？哇哦 ，lead of triple， 林嘉伟袜子三垒安打，张佑嘉已经是拼尽了全力跳起来了，但最后没有办法够到啊。太早跳了，如果稍微晚一点跳还有一点机会哈。速球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啊，林嘉伟是一棒狙击，这是他生涯对上陈冠伟的第一支安打，确实是打在全垒打墙上。嗯，我这边要提醒大家，狮队这两场比赛得点全8-0，所以你社会认为还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哦，但这是林嘉伟在今年球季第四支的三垒安打了。接下来的任务，哇，要交给队长了。没错。哇，这个时候出现了爆头，哇，送分了，1-1追平，得点圈没有安打，还是有分数。嗯，可能会做电视辅助，我会挑战了。如果这一分又是很关键的，就会变成刚刚这个样子哦。哎呦，这个弹起来是不是有打到截线的球棒 ？Foul ball， 所以林嘉伟要回去，要回去，对，要回去，要回去三垒，要回去。